软锁吗？关键时刻软锁。哦，我刚没看，不好意思，不过辛苦你了。是字面啊。我要用拿力旋风复位阻止他，就一打到他也死了，就软锁，所以他掉下去就死掉了。软锁是？哦，没有，啊、就按不够大，按不够多。Go！所以，可以解决吧？啊，采用法子。其实我都没有和他们回答出来。然后等到对方的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一点都看不到。对，好。现在满意不？哦，糟糕了，还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漂亮，漂亮，这样还不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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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抓好了，好了，方便。他想要追他，我觉得他没有挂掉，还有存活。我已经用的有没有？就是想要去骗掉了。哦，好，就是说如果你太小声，对，太小声的话可以讲一下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打断，直接结束。我是一个奇怪的combo，突然接到。哇 ，Big Tree 真的能打到。没有啊，这力才不差了。也是啊，没有像那个，好像真空超快，比我还快。对，还有，他，我想说，对，我想说卡比很轻，虽然有点危险。好，这个相机又快要到了。我要确认，基本上就是现在他一个人被抓到，抓到结束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那个是按错还是错？两方都很紧张，还有厉害的判断 ，Rich， 哎呀，暴露神掌，人如一来一往，悠悠悠，对，哎，不错的康龙，还是很厉害。有些人可以，其实我觉得卡比对超能力的判定不太好，因为空中的判定不是感觉强，是吧？卡比就是一战的空中挂。很少看到有人这样，因为通常不太慢的。危险！卡比，卡比很慢，他就很慢。这招是真的。发一条小力量。这怎么？怎么会？啊，危险危险！但卡比的他又危险，更危险。有没有，应该是直接猛击掉 ，smash。这个不太妙，可还是。好，那总之，一直开龙拿下一胜。对。那我是跟谁打？椅子要什么？请问这椅子你知道吗？你为什么要跪着？我现在看你好可怕。我要跪。你是这样比较调皮啊？对啊，因为还很。刚才我跟谁？这个没坏吧？好像有我。我跟石油网。好啊，现在第二场开始了。他们先下去当去，然后借我当去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好开局，现在两个又一分。好的，他抓。哎呦 ，Cannon 他在抓距以上，抓距以上比较优秀一点。对，没有错，可是他会做一些有点奇怪的选项。其实这个 match up 我会觉得对他比较不利，可是我不太确定。请问这个 main？ 哦，对他比较不利，这里有个 main。对啊，因为哎，竟然下地找到像这样的。哎，等等。而且空中判定更强，我觉得。哎，他要蹲吗？我刚没看发生什么事。他刚毒毒他往这边滚。滚哦，好吧。这样子 smash。对 ，Cannon 在自在力回上还是算不错。对。哎呦，还好不是 Mass。不要。Mass 就死掉了。我看到来了，不错不错。哎，不错嘛，高手。
Easy 也不错 ，Easy 也有，他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，简单的。哎，不过为什么鬼子？我刚刚算右系，不过没关系。也就是说，用特别的选项来干扰。现在已经，现在又一本，可是现在其实对考比较不利。对啊，比较。现在入场有 rage， 然后又有摔，那他摔的扛得很好。即使扛过，超过卡比对，哦卡比的超过，卡比非常的轻。OK。对，所以卡比因为卡比非常轻，所以现在很好摔。对。哎，厉害！好，开油。赢了这个 game， 是吗？他的 ring， 他的滚都被停到，可惜一点。不过还是打得很精彩。对。